师傅。你有没有看到一位身着白衣、面容清秀的？没见过，没见过。不要离开我。蒙上眼睛对不起，就看师傅。伤心不行，我要去找他。你醒了，我想你能这么想念师傅，他待你一定好得不得了。如果不是遇见你，我不可能相信。我以后再也不会犯错了，以后你说什么我做什么。一定要爱下去，爱可以相知相许，相依为命，决定天由命。爱可以心有灵犀，动魄惊心，却难以抗拒流星的宿命。我属于你的注定，师傅是官最好的人，官要一生一世的陪师傅。不要命，不要清醒，还有梦能紧紧抱着你。爱写出我的诗经，算不出我的命运。官现在才明白，到哪里都不重要，关键是要跟喜欢的人在一起。你好好休息，过两日便去寻你师傅。今天我们推举五联盟主，如果连过四人，这就算是上了第一项。胡缺，打败八大门派，做五联盟主，我们泥巴宫是最强的。谁先来？师傅，你的那个棒法只有三成火候，怎么办棒法？你懂什么？打狗棒法我比你还熟啊！打狗棒法是不会外传的。最后的情非得已，过来，师傅，我想你。师傅是徒步者，我看他们更像情侣。师傅是你的掌柜，你们两个不可以有儿女情仇。我跟你师傅相敬相爱，我没有觉得我哪儿错。你，我以为我没有重逢。青花乃上古异卉，早已绝种，老衲一时不知此毒如何化解。不要你死，暴风雨里静静的远行，爱写